Hello。哎，那你每天早上啊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？Kiss 我的仔仔。不是先 kiss 老公吗？新加坡有非常多的美食，你最喜欢哪一道？哇，太多太多了。那你包包里面一定会有的三样东西是有什么？太阳眼镜，然后你认为什么是最伤害肌肤？肯定是太阳。如果你的小孩还有老公同时掉进海里面，你第一个会救的是谁？我叫我老公救我的儿子。你是个紧张孩子的妈妈吗？哦，那非常。多紧张呢？有多紧张就有多紧张。你有什么话想对16岁的 Zaza 说吗 ？Can I kiss you？ Zaza 会做什么动作嘞？那你最大的优点又是什么？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是。有什么话想对25岁的范文芳说？我想跟25岁的范文芳说。